传说中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位了不起的魔术师。魔术师在他登上台的时候，人们会鼓掌欢呼。爷爷，那都是骗人的！看看，明明都是骗人的嘛！为了更出色的表演魔术，需要准备一些道具。那这样的魔术怎么样？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你要是看到里面的人浮起来，就会更吓到。这些都是小菜一碟，他才是传说中最厉害的魔术表演，他就是魔法箱子。怎么样？好像有点奇怪。这有什么奇怪？这样，变这样，多厉害的魔术啊！你个古董机器人，你是拿你的变身本事骗我吗？还没结束呢，这是只有魔法箱子才能做到瞬间移动魔术。等等，这真是一个魔法箱子吗？等一下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不可能，我要重新演一遍。哪有重新表演的呀？快再来一次。你看你看，骗人的吧。这么伟大的魔法箱子居然渐渐被人们淡忘了，都是因为有像王子一样不相信魔术师的人存在。所以呢，比比，你的意思是看，这就是那伟大魔术师的魔法箱子。我还是不相信魔术。很快会让你相信的。将看好了。人哪儿去了？人们消失了，里面肯定有机关。那您就亲自确认一下吧，这是可以让您去任何地方的魔法箱子。那我还是不相信魔术。喂，等等！王子殿下！王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还不快点，你这个古董！对不起，王子殿下。算了。这个就是那个神奇的魔术箱子吧？这个也是骗人的吧？魔术现在开始。喳喳。哇哦，真的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哇哇哇哇哇！快走！在每层都停，是你们干的吧？快去没有魔女的地方吧！矮裤，你怎么拿电梯当玩具呢？这不是魔法箱子吗？电梯可不是魔法箱子，它是方便我们生活的自动机器。但是如果不遵守安全规则，就会很危险，不能在电梯里随便乱跑，矮裤。为什么不行？电梯悬挂在坚韧的钢索上，所以很安全。但是电梯内部如果有严重的摇晃，就会自动停下来。依靠在电梯门上，或用脚踢开电梯门，都会很危险。因为如果电梯门突然打开，可能会撞伤或是摔倒而受伤。上电梯时要排好队，门打开后要确认电梯踩踏板存在，再慢慢上去。电梯关闭时不要急着跑进去，因为可能会被砸伤。和父母或者监护人一起乘坐电梯才更安全。一个人乘坐电梯时，如果电梯突然停止，不要慌张地去掰开门或乱按按键，应该按下这个紧急按钮，向值班人员描述一下里面的情况，然后耐心地等待救援。快来人呐！在电梯里乱扔东西或乱按按键，都会给别人造成麻烦，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事故，所以千万不能这么做。看好了，王子殿下。哼，这次我可不会上当了，又是要消失吗？太酷了！这个真是魔法箱子吗？怎么样，王子殿下？你太厉害了，比比！
海库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的爱库居然学着学着睡着了。啊，爱库王子地球巡视日记，天气晴。今天我自己出门了，我出门的原因是为了买一个重要的东西，那是什么来着？哦，王子殿下，就是我让你买的啊哈，冰淇淋。啊，王子殿下。就在这时，今天只有这些。今天只有这些。你该趁父母不注意，偷偷再多拿点儿。这些坏蛋。我把小猪储蓄罐里的都拿来了。什么？小猪储蓄罐里的全部在这些？不然就松你身了。你们住手！你是谁？我就是遥远的豌豆星球第一王位继承人，豌豆星球的爱酷王子。爱酷？那是谁？是你朋友吗？是朋友就该有难同当啊。什么什么？我不是他的朋友。好吧，虽然用在你们这些小混混身上有点可惜，但还是得露一下我的蛇拳呀。什么？蛇拳？帮助处于危难中的朋友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放开，放开我！你们这帮家伙，我可是王子。王子？那就出双份的钱。哇，这家伙钱还挺多。是啊，这钱是用来干什么的来着？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看你们还小，本来不想这样，但是没办法了。比比，快来帮我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先放过你们，明天要交双份儿。交双份儿。对不起，爱酷，我是胆小鬼。那你就别自己扛着，告诉父母啊。打小报告多卑鄙呀！我虽然胆小，但绝不会打小报告。那你就继续掏空储钱罐给他们吧。带钱了吗？是双份儿。昨天那个说有钱的王子呢？好像是跑了。那么说要比平时拿出两倍的钱才行。你就交四份，你出那个混蛋的份儿，但是这次没人能帮你了。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还敢打小报告？卑鄙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而且我没打小报告，我是个诚实的人。我只是做了正义的事。做得好。如果有困难瞒着大人，就可能使问题发展得更严重。真的对不起。今天是这样维护地球和平的。虽然谁也不会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啊？爱酷做得好。小朋友们，如果因为别人长得丑、矮小或瘦小就欺负人家，那你也可能会因为同样的原因遭遇同样的欺辱。你们在学校或是在外面受了欺负，不要自己解决或掩盖事实，而是要向父母、老师等身边的大人求助。如果想避开坏同学或大哥哥大姐姐抢钱欺负你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带必要的零用钱。爱酷，我以为你只会天天淘气，没想到还能做出这么正义的事，真让我刮目相看。做个好梦哦。但是这儿还躺着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呢，你看还没有电呢。
나이크. 왕자님은 어디 가신 거야? 검색해봐야지.